开关启动，推进去，到我这里直接打下来，做松了，拿起来，放到你的这个行动开关，好了，锁紧，到我这里关掉。如果不起来，按下说明的刹车就好了。然后看到这个归零，然后推进去，试一下空格。好，碰到你的是冲不断，这个再加一点，慢慢加，慢慢加。这个是刀模设定，控制高度的，少一点它就停止少一点，是吧？加一点它就控制多，按着它又多一点。啊，这个是刹车吧？刹一下，我现在这样了，这个结束了，这个关掉了，就是开关，别忘，这个关掉就继续关掉了，再关掉是总电源关掉了，就这样。